说。我还没唱完呢。大哥，你别唱了，大哥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。我们给你买饮料还不行吗？纯音，不懂欣赏。司马在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上吃了那么大的亏，居然还不死心。让我来帮他回忆那7万块钱是怎么被骗的，以及司马老爸一夜白发找我老爸打架的事情。那还得从我和司马从医院出来准备大干一架的时候说起。臭小子，我劝你好好欣赏周围的美景，这是你生前见过的最后一幕了。你就少耍嘴皮子吧，等会儿把你打脑残了，你就说不了话了。脑残不会说话，只会唱歌。我们的祖国像花园，花园的花朵真鲜艳。去死！呀！呀！啊，怕了？怕点头，不耻叫帮手。怎么可能？你看。咱俩打架不是咱俩打架，你要叫这么个风云，我就不跟你玩了。你放心，我才不用云峰。哎，找你半天怎么还不回家？啊？他老子去你家找你爸了。他俩还要打啊？可能是。走，等等。你爸和你，我爸和我，咱四个怎么打都行，但是你不许带这个女的。他犯难了。女的了。